This is our target. My guy says that he has just acquired the technology to make dirty bombs. I 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消息，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，您好，立即前往伊维亚撤离我国，在那儿的侨民。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。 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，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。站长，车上的武器已向我舰发射，进入一级战斗部署。